OK，大家晚上好啊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所以今天好，我会，OK，今天我会跟你们 share 什么是 Core Plus 啊，然后你们要记的话可以记一下，OK，OK，So 上个星期 Kevin 有跟我们 share Core Plan 了嘛，对不对？Core Plan 你们觉得赚得多吗？够吗？不够，哎呀，我以为你们要讲够了，下台了。OK，so，帮我 next 一下，谢谢。So 今天我会跟你们讲，core plan 以外，你可以 extra 赚多少钱？OK，next，不能，这个往下按吧。OK。Next week. OK，不要紧，我们给 AV 一点时间。然后你们，我问啊，你们有谁是有了解过 Core Plan 跟 Core Plus 的？有一个，还有嘞，两个啊？哦，OK，Sorry，Sorry，OK，那我们复习一下哦，这个是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其实。然后呢？对，可以 zoom 吗？OK，stop 所以这个是上个星期 Kevin 跟我们 sharing 哦，performance bonus、leadership bonus、re bonus、step bonus、annual emerald diamond and diamond plus bonus，这个应该不用复习了吧？都记得吧？对对。OK，so 今天呢，我会跟你们讲的是这个 Core Plus 中间这个 Retail Margin 呢，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这啦。这里 Go Call，六百加 Call，六谈 Go Call，所以我们是赚那个20%以上左右，20到30%之间那 OK，so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Core Plus Net。OK，so 这个是我们的怎样去赚。赚取 extra money，除了我们的这个 performance bonus 以外啦，OK，so 这个是 path to bronze incentive，OK，path to bronze 就是你的路程去 bronze。我们在这里做，每个人都是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 BFIBBI 这样的东西，就是一个 extra 的钱，OK，so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做这个 P to B 啦，P to B path to bronze，OK。记得我们的八把金钥匙吗？9044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是 sign up 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9044是不是要 sign up 人？四个人，四条线，sorry，四条线。OK，I need Ben。OK，所以 this is you。OK，怎样拿到这个 half to bronze？OK，你看它这里有。两个跟三个，我们是要 sign up 新的 ABO，然后是在6个月里面呢。如果他们有 achieve 到他们的250 PV，也就是3% 的话，你就可以 extra 拿钱。OK，so 这是你哦，你 sign up 四个人吗？Let's say 啦，OK，activate this one and this one A and B，250 group PV。OK，你就可以拿多一个 extra 的100块，哈。然后好，这是6个月嘛？假装讲他们是9月1号啦，二四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三月，鬼急了。所以你要趁在这个时间里面拿完这个path to bronze 的100。可是如果你很努力，你去找四个人吗？那你去做好你的基本功全部啦。C also activated，OK？、Okay? 他也拿到250 group PV 3% 啊。你有三条腿前线啊，都拿到250 group 3%，你又可以 extra 拿一个嫩八颗，对，100跟200，OK？对。一年内你可以拿12次，
也就是说哈，你可以拿两轮哦，就因为它只可以拿六个月嘛，所以这个你拿六个月了，你再做多一轮就可以拿两，就是 no round， OK， next， 拿这里有， OK， 这里， OK， 哎。哦，可以，我可以总结的时候再写吧。OK， 因为身高问题，不好意思啊。OK， so 先拿这里有 example 咯，这个是 ABOA， 就是你 ，OK， 你自己哦 ，sorry， 有一个 requirement 的，你自己本身是要有50的 PPV personal PV， 不是 group 啊，是自己的有50 PV， 然后你这里有 C 跟 D 都完成他们的 3%， 那你看你自己 PPV 50吗？你可以赚一个6.4块这样子啊 ，Lucky，OK 啦，几刀狗逼兵 ，OK，But 你 activate 到两个，你教他们做对的事情，他们 achieve 到他们的 3% extra 18块变成3澳 Starbucks，OK，、okay? 106.40块一个月 ，OK，Next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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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这里这个是 Path to Bronze 啊，这个是一个 example， 你缩小一点点。缩小一点，因为我要下面这里。OK， 谢谢。OK， 所以好，你看这里是一个 example 啦 ，OK？ 你看啊，九月你 sign up 的两个新的 ABO， 他们都 achieve 到 3%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拿100块哦，你是得啊，就是有得到啦 ，OK？ 就是第二个月十月你也是有。两个都是有 achieve 3%， 所以你又拿到100块。可是第三个月呢，你的第一条是没有 achieve 到250 PV 的，他只是拿了50 PV， 所以这个月 Lucy 无累加，无 bonus 加 ，OK。第四个月 OK 又在哪？第五个月你的这条线出来了，哈 ，see so Lucy 加了8块 ，OK。然后第六个月。又没有 achieve 吗？可是这里有两条腿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拿吗？可是它也是两个 within 六个月嘛，所以你又在拿那个100块哟、哦。到了第七个月，这两条腿是没有再算进这个 path to bronze 的，所以这两条腿是虽然 achieve 3%，可是也跟你没有关系哦。你要的话，你要自己去找多一个新的一条、哦。对，新的一条 link， 然后再教他 achieve 250 PV， 然后你又再可以 fulfill 拿这个100块，哈，就是这样子的意思。Understand？ Yeah. Okay， next。这个 OK。So 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啦，这个就是怎样 calculate 啦。如果是全部的 sales， 全部 PV 是你自己做的。你就只是乘你的 percentage 罢了咯，可是你的下限有赚到的，你们要怎样做？所以我们现在要算一算下面的，这个应该知道了哦 ，PV 的，哈 ，OK，Today、okay. Mia up a little bit，Thank you，OK，Today、okay. Mia 500 PV 自己做，500 PV， 它有三个下限 A、B、C， 250、300、300 PV。So 他的 group PV 是1350 group PV 哦，所以他是达到我们的什么奖先 6%， 写点 OK， 这里 OK。So 好，我们的这个钱其实哦，我们大概知道是一个 PV 是4块钱嘛，所以每一次我们自己算那个钱，我们是不是拿250 PV 乘四除三乘 3% 这样？可是其实 MA 的算法它是算我们的 business volume BV 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、哦、你看这个米亚啦 ，500 PV 它的 business volume 是2150嘛，对吗？所以是乘以它的 performance bonus 6% 就是129 ，OK。然后那边呢，我们是为什么 6% 减三？因为它要先给下线，我们这里不是偷下线的钱的嘛，对吗？我们要把下线应该拿的给他，所以我们就先给完他们拿应该拿的钱，然后剩下的 balance 就再上去给你。所以就是 ，OK， 加起来
238.6，可是因为我们有 achieve 到那个 path to bronze 嘛，所以我们就 extra 给200块，所以原本我们是拿238.6罢了的，可是因为有了这个 extra 的这个 bonus， 所以我们就多的是拿438的，所以是非常的多的。 OK OK next OK， so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 P to B， 你做好了，接下来你可以去 achieve 这个 BFI， OK， 就是 Bronze Foundation Incentive。 下 OK， 所以什么是 BFI？ 等一下帮我拿一下。Okay. You help me. BFI 是什么呢？你看它是可以拿多 extra 一个 20% 的，那我们要怎样 achieve 拿到这个 BFI 呢？ This is you， OK， you have to be a 9% got a PPV， OK， 50 PPV， 然后呢你的前面三条线都各自要完成250 group PV， 也就是 3%。 OK， so 你的那个 performance bonus 那边呢是可以多拿一个 20% 的啊，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OK， 加 20%， 然后你可以下一点给他们看，下下 OK OK， 对，就是这个 Jordan 啊， Jordan 他的 group PV 是2000嘛，所以他是达到我们的 9% 奖钱哦。然后还有三个下限， 500 PV 500 PV 500 PV， OK， 写下。所以他这样子的 9% 3%，他是 achieve 到我们的这个 BFI 吗？所以这样算呢，那 personal volume 2150 dv， 然后 group volume， 哎，总之他就是会拿到580.5块就对了啦。OK， performance bonus，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你的钱就到这里 habis。 可是因为刚才我们有讲他有拿到那个 path to bronze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以 extra 拿到200，然后因为他又 achieve 到这个 BFI， 他的这个 Sini 580.5又可以乘多一个 extra 的 20%。 对，所以加到来呢，你一个月就可以拿到890 round off 就是900块啦。所以你想看哦，原本那个 9% 是拿一个500块的 income 罢了，把现在是可以拿到一个900块，所以要做嘛。OK next 来。Yeah. 嗯，它是从开始算，那个月开始算。你 achieve 的第一个月开始算起，哈，好像对，九月，这个你自己算了，有点坎坷，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。月份我达到这笔 FI， 哈，从那个月份开始的下一个8个月里面，我可以 maximum 拿十二。对。对 ，OK， 明白了吗 ？OK， 一样哦。它的接下来这个是 Bronze Builder Incentive， 你再下一点点。OK， 这里，所以这个 BBI 我们简称 BBI 哈，是你自己要 achieve 15% U， 也是用50 PPV， 15%。900 group PV， OK， 所以一样 BBI 的话啦，
它是它的一个升级版来的。你拿到 9% 了吗？你再 fight for 一个 15%， 然后你的帮你的下线完成他们各自的 6% 三条腿呀，你就可以 extra 拿多一个 30% 在你的 performance bonus 那边。OK， 再往下。OK， 这个等一下你再帮我回来一下。OK， 所、so、以这里哈、哦，这个你是马来同胞，他拿500 PV 哦，可是他只有三条线都 achieve 669嘛，他自己本身是 15%。OK， 所以他就是 achieve 了这个 BBI 了。所以往下看，你可以看大概啦。如果他是拿到 15% 的话，原本是可以拿到1689千七块左右，可是加了那个 path to bronze， 又加这个 BBI 的这个 incentive， 加到来是可以拿2700，所以是加多一倍，是一倍啊，加多1000块。哈，所以其实哈，你们要珍惜，你们一拿到那个第一个月啊，你们就不要去放过这个。这个东西连续18个月里面，你拿12次，然后你把我上回去一下。OK， 这里这个呢，这个已经很多钱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哦 ，MV 觉得还要你更努力一点，还要你更积极一点。如果哦，你在18个月里面拿到你的 BBI 6次，这个6次啊 ，extra 好了600块，哈。然后如果你拿6次了吗，可是你还可以，可能你第一个月到第6个月你拿了吗，然后你还有剩下的时间吗，你又再 fight 多6次的 BBI， 你又 extra 拿多一个1200块 Scali 的给你。所以如果你拿这个，刚才是多少钱？2800左右，你连续拿不拿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吗，对不对？连续拿extra 600个千几，加起来是1800。 OK， 所以 MV 多给我们1800块，所以要不要买这个？OK， 等下。 OK OK， 所以刚刚我们讲了吗，温习一下 half to bronze 800块200块了，记得吗？刚才第一个擦掉了的哈，然后 BFI BBI， 然后还有那个BCI， 对，所以这里我们已经拿很足了吗，对吗？然后往下看，这里就是 21% 以上拿的东西了哈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 21% 之前，我们先 fight 上面的拿了，然后我们再来 fight 这个，没有啦，你要 fight 这个也可以。 OK OK OK， so 下 OK， so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PGGI， 哇，太白白一下，谢谢。OK， 你可以 pause 一下，因为我要写白板。OK， 这个好，我画给你们看啦，可能会比较容易看一点点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是 PGGI 嘛 ，PGGI。OK， 所以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 below platinum。你们知道 platinum 是什么？嗯，白金是什么？金，你可以继续，好的呀。OK， 对，白金是 DD 就是6次的21。可是我们要怎样达到白金？不是讲了6次21吗？我们还没有达到白金之前，我们是不是 fight for 我们的 Q21嘛？一个嘛？所以你还没有达到 DD 之前，你还没有完成你六个 Q 之前，只要你上了21，你公司呢多给你一个15%。你可以帮我往下移一下。OK， 这里，再下。OK， so 我们是不是要继续 fight 上 DD？ 我们上了哈 ，Platinum。OK， 这就分三个阶段，看得懂我字吧 ？OK， 所以我们一刀
5个 Q 加 15% 嘛。The next year 如果我们 maintain 我们的 Q， 我们没有增加6个 Q， 公司多给你 10%。 哈，如果你突破，你要 fight for 你 FDD 吗？你突破，你 continue 拿多1到5个 Q， 公司多给你 25%。 哈，然后当你拿到第六个 Q 的时候，公司多给你 30%。 然后我们拿到 FDD 了吗？ The next year 我们还是 maintain 我们的 FDD， 公司还是会多给你 20% 的。 OK， so 这里哦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写哦，它是哦，你的 performance bonus 啊，像该我们算的这样子，多给你钱哦，哈。OK， so 你们可以自己看呐、啊，你们对一下，如果你今天是拿15000，然后你在这里加 15%， 你多拿这个15000加这个，可是今天你的 volume 差60000，你想看呐、啊，你多拿一个 15% 吧，就9000块了，所以就是。差不多一个5位数，所以这个是我们 fight 21% 可以拿更多的钱。以前就是我们是不是觉得亚姐被骗哦，提高啊？怎么现在的滴滴啊，他们都是讲哦，我们上滴滴就是5位数了啊、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哦，公司多给我们钱。OK，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PGGI 哈、哦、是 personal Q 的。就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，你自己去 fight 的 OK 吗？然后现在讲的这个呢 FGI 是跟你的前线有关了。好，再下一点 OK， 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哦，这里是 Founder Platinum to Emerald 可以拿的钱，如果你是 maintain， 这是 frontline 啊，你的前线10%， 然后加多1到5个 25%， 就是这样子啦。 U 一个 21%， 你就加一个 10% 咯 on 你的 performance bonus 那边。哈，啊 sorry leadership bonus sorry 啊。然后如果你又有前线一多5条啦，就是去到6个，就是多拿 25%。哈，然后6条以上的话呢，你就是拿 35% 了，你帮助人你又赚钱，他赚你也赚 win-win OK。 然后那个是 diamond and above 啦， diamond 拿的更多，你看如果他 maintain 的话啦 25%， 如果他加多1到5条线上 21， 他就拿多 45%，然后另外一个6条以上拿 55%， 而且 Diamond 的福利很好、欸、因为他们不只是拿 on leadership bonus， 他们还拿 debt bonus、啊、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拿多少钱。 okay,、oh, sorry 没有 example OK， 这个是另外一个、bonus 叫做 TTCI， 就是很字面上的意思啦， Two time cash incentive， 就是你可以拿2次。所以哈，今天你拿到 platinum， 你 achieve platinum， 公司 extra 给你5000块，在第一年，第二年你又再拿到 platinum， 公司又给你多 extra 5000块，以上的钱 get 多多听，可以拿2次吧啦，2年。如果你是 FDD， 你就可以拿10000。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，你要 fight 什么拼，你就可以拿2次。你上 diamond， 你可以拿10000，这个是 extra 的。OK， 上。OK， 所、so、以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啦。这个我不会仔细的去算出来给你们看啦吧，你们可以做参考。如果今天你是 founder platinum， 你主下有一个拖腿。21%， core plan 哪样， core plus 哪样，你的年收入是这样180000，
如果你是 Emerald，你的年收入大概是360K OK，然后你是 Founder Diamond 的话，你的年收入是7000-8000，够力啊、哦、OK，哎，不够力啊，好像没有感觉，但我算的时候就 OK，上一点。OK，所、so、以这个是 FAA，它跟 Core Plus 是没有关系的，哈，这是另外一种 bonus 哎。OK，所以这个 FAA 哈，OK，你做 Diamond 的时候，你就要 fight 宽，就是你要开那个线前线嘛。然后如果你 After Diamond 过后诶，你就要做深，OK。OK，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看啊，这里是算分数啦。如果你是 for each 下线，一个 Founder Platinum 结婚，一个 Emerald Bonus 1.5分，一个 Diamond 3分，就是你的主下出现了这些奖衔的人，你就有这些分数。然后为什么这里有？maximum 6 point per leg，30 point per leg。如果哈，你一条线很长，都是 Founder Platinum，你 max 也只能拿6分罢了。哈，所以一分吗？哪怕这条线你有100个 Founder Platinum 都好，你也只能拿到6分吧？OK，然后这个30分呢是 jumbo。你一条线有 Emerald，有 Founder Platinum、Diamond，什么都好，它就是 jumbo 下来 max 30分。OK，算这分数来做什么，OK，所、so, 以这分数就是算我们的一个 FAA incentive 啦。OK，打一个比方啊，做一个 example，说、so, 今天我们给是恭喜个百分，个8%。OK。Calculator, you 啊，算钱，你们算啊。OK，所以我们是乘嘛。Performance bonus，开始讲我人是加5000，，debt bonus 加6000，然后我们的那个leadership bonus 那边，我没有算 Ruby 啊，leadership bonus 这里，我们算几条腿？9条腿。一条腿3000吗？OBB 的那边，阿嘎嘎3000吗？9×3是，啊，对，保存看，乘500%，你加起来了，刚刚我讲了，乘500% 是多少钱？我没有算，19万，extra 19万，而且这是保守估计了，算很少了的，所以这个是 diamond 以上去 achieve 的东西。OK，OK，last but not least GAR。以前哈，我们 fight FC 的时候，是不是算几条腿的？可是现在哈是更容易上 FC，我们是算分数的。OK，所、so、以你看啊，Founder Platinum 几分，Emerald Bonus 1.5分。Diamond 3分，OK，so、okay? 哈、啊，你看啊，如果以前我们要上 EDC 的话是几条腿？9，可是现在只需要6条腿，因为哈、啊，我们累积到10分，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奖衔，哈、啊，然后它是一条腿是 up to 6个 point 罢了，所以你就要 focus 2条哦。所以以前哈，我们要上 EDC 的话，我们要雇几个人，带几个人进来发展这个事业，9个。可是现在6个是比较容易做，哈。所以哈，现在的安利2.0是比安利1.0容易做很多。OK，所以这个是跟刚才一样 DDCA 哟，你可以看一下你达到这个。
你的钱是拿多少？一粒都在哦，这是你看 FC 啊，一间厝比那间厝，你的 bonus 啊，哎，一间厝你的 bonus，OK，OK，okay? Okay, 没有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 fight for 我们的 ALS，aim for 我们 ALS，拿下我们的这些 BVI、BFI，全部一起拿，OK，帮我读读stop sharing，recording，stop recording，OK，、okay, so 以上。就是我们的 Core Plus 加 FAA 加那个最后一个这一句啊，OK，所以我的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